有关民众贴文反映，4月29日8时20分许，在板峡中丰路一段与快速路三段路口之交通事故案，经查为51岁许姓妇人所驾驶之自小客车与55岁刘姓男子所骑乘之普通重型机车，在路口发生碰撞而肇事，造成刘男身上多处擦挫伤，所幸送医救治，并无大碍。双方酒测值均为零。至于详细之肇事经过情形，警方正积极调查与厘清当中。警方呼吁驾驶人驾驶车辆上路，除应遵守相关之交通法令外，行经交叉路口时，亦应依规定让车，避免发生事故造成伤亡。